ç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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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çantan kontrolü. Ç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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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çantan kontrolü. Ç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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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çantan戴稳定器了，现在我用手势拍摄，没办法了，只有跟着他们走。但是我稳定器上面那个固定的东西也没有。带卡，卡都没带，我以为是，我只带了一个卡。今天大意喽，好多东西都没带。现在正常吧。
拿个那个。Thank you.
下雨啊，我都没带他。说的要下雨啊，九点钟。应该雨下，应该不会。说的有阵雨的嘛，我很难得不带。把你拿的嘛，哎，哦，是天地这边，呵呵，我拍你。哎，我东西，我的东西搞忘带了，我只拿手机，只这样子拿了撇，东西搞拿两个东西，配件搞忘拿了，用不起就没法用。只有手机拿着拿着行，没事没事，拿着就好了。这个是另外一个的，它有点矮，看看你嘛。是那个，哎，是哪个的呢？我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是卓玛出的，啊，卓玛出的。
Thank you.
说动态捕捉的，我操作的，我自己点了一下，因为我那个没有带那个稳定器，上不了，三脚架也上不了，只有手机拿了相机跟着拍了，没办法操作，将就没办法，只有固定机位了现在。Thank you.
又下雨了，又在下雨了。哎呦喂，真的下雨，我带了雨伞。今天要下雨，所以没带狗狗。下大喽，下大了，下大了，下大了，下的密密麻麻的。啊，我带了伞呢，嘿嘿，哎呦，带了伞，哎呦，哦，他把那个放在那个上面了。他应该不会下到那个雨啊，下了密密麻麻的，就是啊，今天是预计是21点钟大暴雨，所以我没带狗狗，我那个相机也没大的，相机没带，我带了小的，然后搞忘带最关键的那个固定螺丝，那个没带，现在只用手机对着拍，拿着拍。不知道画质好不好，因为我用720的，觉得效果非常好的感觉。下大雨了，哇塞，你们看天吗？都准备走了，我带了伞呢。这个凉快是凉快啊。好凉快，好凉快！这个冒雨，但是不一定会下得起来。大概是22点阵雨，23点钟起了。但之前预报预计是21点钟下暴雨，现在没下了，但是多云，阵雨多云。
是你上次那个单反嘛，董老师进了博物馆，你知道录了个单反嘛？我上次还给你拍过照，那单反。忘了你都忘了，可忘了，你们发给我就好意思。干拍吧，干拍吧，跟谁有？下次发回去发给我，啊，张师傅，我当个年子了，你当个年纪，我上你办领不是？我办了。谁他妈天天在上这嘛？干嘛？
他，我的那克克。是他的代表作，穿衣服没不一样，他跳是什么感觉啊？你们看，thank you.
Thank you.
包用针啊？没时间。你进了？哦哦，我以为用针的包。啊，我帮他拍一下。给他拍啊，师傅。
这背上都湿完了，那个王金也是一样，他洗澡就湿完了，阿瓦甲的也是，跳了他们跳的幅度太大了。心跳好高，坚持一下，应该现在几点是吧？9:18了，现在还有20分钟，那么就休息了。也不是，这个是雨涵，休息了。巴西的精神意志比较饱满，精神意志很好。小朋友也要学。就遮住了，相机的吗？啊？哦，你是买相机的吗？这个没办法，这刚刚带不进去了，那个卡板子没带。这个口香糖都嚼了好久了，他应该那个口香糖应该吃第几颗？我觉得不够。
他发了一个，这是发表情是吧？对，相当于那种啊，搞去玩，搞去玩的一个。
Yes, of course. Maybe today have a. It's like yesterday.暂时不用，因为今天人比较少，走了好多。因为你看下雨嘛，下雨的时候应该走了三分之一，我觉得这不是不是，我都打伞了那个时候。走了一些，现在人比较少，稀稀拉拉的，还是有，是吧？应该两三百人左右吧，还是有。下雨的话，他们在清远宫那边跳。那带了狗狗，是不是带了狗狗？起码来些，快！起码来了，张老师。我见起码跳的就这个吗？就这个。这个。嘿嘿，生活表情。这泰迪，那个是一个泰迪狗，泰迪。它去好热。七毛五。人家老师的脸。那个吧，先跳那个。吉祥玉树。啊，机器逛来了，家里。不是，要不要去机器逛一下？女生在这里，男生在这里。让包上来嘛。起码肉来的，包肉来的。娶娟儿来了，昨天晚上跳了一圈就走了，今天我看又抓到他了。
昨天他穿了个衣服，很少见到他。拍了三排。看看，来了来了，我们起来了。哎，音乐怎么停了？这个用超广角才行，我这个50的有点近，特斯贝带了一个镜头。今天就没想会下雨，没下雨的。吃砖。相机没电了，手机不刚没电，相机没电，先老了，都不充电了。我占了移动电源。取这儿。出场。
来的。马老师在这里。在车站带了一个吗？这是安徽的嘛，每天都是很热闹的啊。又下雨了。昨天晚上来了一次就跑了，那就弹一跳一圈就不在了。跳了你啊，三个吧，好像就走了。对啊，跳了个一级科目，然后又跳了个这个。这我都拍了你的。我是说你的衣服很少见了，就穿那种衣服。我很少看到你穿那种衣服。哪种？就是你昨天晚上穿那个。应该我见见第一次穿那种衣服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对对对对对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对，很少穿吧。啊。要穿还是要穿？这是说。有点热，有点热。啊，对啊，昨天晚上不他来了吗？这儿有下雨，这个要去看。下雨了，不要去。下雨了，感觉黑区。从头都把山挖上了。哦，这个楼子又开始飘了。你们的直播间。是今晚上会下。我叫曲卓儿。这是抖音的吗？对。他就叫曲卓儿。你看这个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就不是大光圈，一般的镜头就有点黑。我以为他们没有跳完，结果他们来一个那个，结果我很想跳，然后上去跳，然后自己又不会跳，然后又尴尬的出来了。你很晚才过来是吧？昨天也来了。哦，没，昨天我都没看到。你昨天晚上也很热闹。昨天晚上，他网友说的是晚上最热闹的。昨晚我也是。对。他们太厉害了，跳之前我看他们在喝那个藿香正气液，是不是防止中暑？中暑。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喝了藿香正气，跳舞之前，就怕。广场上先换那个藏装。然后就在喝那个藿香正气液，每个男的拿了一个藿香正气液在喝。真的，真的我看到。那不怕醉？可能是怕中暑，我感觉。觉得应该会醉吧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滴酒都沾不了，直接醉。真的。我直接睡觉。你们那边应该大多都能喝酒吧？差不多。藏族人很能喝酒的。这边其实蛮好，十点下宝玉。好。哎，你咋知道下宝玉呢？已经在钓鱼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继续走吗？一个笑脸。你去不去省体育馆逛一圈？不去了吧，要下雨了，要下雨。我估计去也耍不到好久。不用客气，我这个不一点就不累了，真的。今天我只是搞忘带东西了，然后稳定器。
脚架，你看嘛，我的稳定器脚架都没有，那个主要的那个卡口那个扳就这个板子没带。我买了一张那个2TB的那个 NVMe 那个卡，才609块钱，好便宜。你买的啥？有国产的啊？也就是那个叫三 D 吗？还是那个海康威视？海康威视。我买了5-6个，都是。